AKB48 前成员板野友美，近日被媒体报道和著名服装品牌 Guy Selection XXX 设计师宫崎泰成热恋。但稍晚板野友美事务所发表了评论，表示只是一名朋友而已。板野友美作为 AKB48 的初代神七，板野出生于1991年7月3日，出生于神奈川县，2005年10月。在 AKB48 的一期成员试镜中合格而出道，组合在集中的2011年以单曲的这位 solo 出道，以后在歌手、女演员等多方面活跃着。2009年举办的 AKB48 13张单曲选拔总选举中排名第七名，集团的中心和前田堆子、大岛优子、高桥南、小岛洋菜、小田麻里子、渡边麻友们一起被称为神七。2013年毕业以后，作为女演员也是在经常的活动。在2016年，她首次担任电影主演，在今年7月上映的电影中与久本雅美一起主演世界。该作品在第21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的2018上海日本电影周上正式展出。导演也出席了红地毯仪式。